今天是5月22日。1942年的今天，孙立人率领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新编38师退往印度。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唯一的援华通道滇缅公路，同时也为支援英军在缅甸抗击日本侵略军，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1941年12月23日，中英在重庆签署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形成，中国远征军也随之组建。但是由于英军不愿中国军队过分深入自己的殖民地，一再拖延阻挠中国远征军入缅，直至1942年2月16日仰光危机时，英方才迭次请求中国军队迅速入缅作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遂令中国远征军由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杜聿明率第5、第6、第66军共10个师10万余人入缅作战。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使日军遭受沉重打击，多次给英缅军以有力的支援。5月初，日军切断中国远征军主力的回国退路，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和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命令中国远征军向印度境内撤退，但杜聿明不愿入印，经请示蒋介石，决定率部向中国境内撤退。行军途中正值雨季，连日暴雨，部队粮尽药绝，恶病交加，死亡累累。5月12日，第5军各部抵达曼西，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脱离第5军，向西折往印度。新编第38师部队全师保持完整建制，于5月22日越过印缅边境进入印度。杜聿明率所部于5月31日奉命改道入印，直到7月25日才抵达印度利多。1942年8月，退入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改名为中国驻印军，史迪威为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中国驻印军在印度兰姆加训练营接受美械装备训练后，战斗力大大提高。1943年10月下旬，中国驻印军奉驻印军总指挥部的命令，开始向缅北日军发起进攻，缅北反攻作战由此展开。至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先后攻入瑞姑、巴莫、南坎、芒油等地，并与中国远征军在芒油会师，打通了中印公路。随后中国驻印军继续南下巡歼日军，先后占领新维、腊戍、西浦等地，并于1945年3月30日与英军会师乔梅。至此，中国驻印军胜利地完成了反攻缅北的作战任务，不久相继回国。